大家好，我是 Joey， 然后我是 PixDoMe 的特派员，然后今天我是在 My Dream Wedding 的婚纱店拍一些就是婚纱照，让大家更了解就是 My Dream Wedding 不一样的服务。如果我是想在外国去拍婚纱照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吗？像是我们在东莞、在香港还有在新加坡都会有分店，如果像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话，我们就会有 KL、 有槟城还有一个 Jenny 会不会其他的分店的婚纱比较美哦？这个你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品质保证的公司，每间公司都会有不同的 range， 有 designer range， 有 sophisticated element， 也有 premium range。等下我会介绍一件比较梦幻一点的婚纱给你试穿，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去试穿吧。是我们店的 premium range， 所以你会看它比较华丽一点，然后过后你看到它的手工会比较精致一点哦。这个就是非常适合你在当天晚上走进你的 ballroom 的时候，全场人就是把你的目光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最适合的那一件哦。就特别的觉得 My Dream Wedding 的婚纱有很多的选择，包括你要高贵的，还是要刷新钻石的，还是简单的，什么都很多选择。然后很多现在的人很喜欢就是飞到外国要取外国的风景，然后 My Dream Wedding 呢是可以给到你韩风的感觉，所以不需要浪费飞机票啊还是什么，就选择 My Dream Wedding 就最好了。还有如果想要知道 My Dream Wedding 更多的资讯，10月7号和8号记得去 SPCC， 然后了解更多，到时候见哦。哎呀，等等，回来。